Hello，小朋友们好。我是巧克力兔，这是我的妹妹草莓兔，这是我的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校车司机阿鼠司机。接下来，快看看我们呀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吧。哦，阿鼠司机，今天呀，我们班回来两位新同学，你去接一下他们吧。他们呀，应该还不知道来的路。哦，好，两位新同学是吧？可以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现在就去接他们。好，路上要注意安全哦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姐姐，校车怎么还没有来呀？应该快到了，不要急，草莓兔，我们再等一会儿。哦，你俩就是新来的同学吧？我俩就是。哦，我是森林学校校车的司机，我是阿鼠司机。好了，你俩快上车吧，老师还在等你们呢。好，那我先上吧，姐姐。哒哒哒，我坐在前面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快来！嘟嘟嘟嘟嘟，好了。阿鼠司机，我们坐好了，你可以开车了。好，坐稳了，准备出发。好，我们到学校了，你俩一个一个下去吧，注意安全。谢谢阿鼠司机把我们送到学校，谢谢您。哦，不客气的，瞧，你们的老师也来了。早上好啊，你俩应该就是新来的同学，巧克力兔和草莓兔吧？我俩就是老师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老师。真有礼貌。好了，我们呀，快到时间上课了，先跟我进教室吧。哇，教室好漂亮呀！是呀，我还看到了有好多的书和玩具呢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呀，老师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教室。这边是自习的地方，看上面呀，有好多的书，有图画书和数学书，你们都可以来这看书的。这边呢是积木区，有好多的玩具，你们呀可以用它来拼城堡。现在你们站的那个地方呢，是我们的音乐教室。这边是你们玩耍的地方，看。可以啊，从这哒哒哒上来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个小滑梯，可以直接滑下来，咻！怎么样，我们的教室是不是也很棒呢？是呀，我觉得像游乐场一样呢，既能学到东西，还有玩的地方，真好。真好，我也好喜欢这个教室啊。那教室参观完了，我们呀也该上课了。我看看，第一节是音乐课，正好我们就在音乐教室，那就开始上课吧。今天我们来学一首英文歌吧。好呀好呀，我最喜欢英语了。我也是。那老师，你快点教我们吧。好，那现在老师唱一句，你们跟着唱一句。A B C D E F G，A B C D E F G。英文字母是都对了，但是最好唱的流畅一点，像这样，A B C D E F G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A B C D E F G，好很多哦。
你俩很聪明啊！嘿嘿，谢谢老师，还是您教的好呀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学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现在巧克力兔跟草莓兔在跟老师学英文歌曲呢，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俩的学习啊，好玩吗？有趣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哟，我们还有更好玩的呢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